鸟隐鸡身在，蝗虫也能当成下酒菜。兄弟们，今天是一个阴天呐，而且刮着一二级风，这对咱们钓巨物来讲是个好天气啊。像这种天气来讲啊，是全天都有口的，所以说咱们没着急，吃完午饭咱们才下去啊。看一下这天气啊，太美了。咱们今天啊，一定要搞一条这种一条就暴富的巨物啊，走。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正在现场直播，现在直播间有一个大哥叫做下山虎大哥啊。如果说我一个小时之内钓不起来一条青鱼，我给大家在直播间发100块钱的福袋。如果说一个小时之内我钓起来一条青鱼了啊，这个下山虎兄弟在直播间给大家发个100块钱的福袋。现在是12:06啊，咱们在1:06之前必须干一条青鱼起来啊，不然今天丢脸丢大了啊。这次我选4颗最大的鱼米啊，看看咱们4颗最大的鱼米能不能钓上一条最大的鱼啊。抛出咱们的第一杆啊，下五口看能不能守到。昨天毕竟咱们干了一个下五口啊，快80斤的大物啊。咱们看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啊。钓青鱼那是要干重窝的呀，要干重窝呀，我们都是不管。哎，来了，1、2、3。哇，又是大家伙。哇，兄弟发出来，兄弟现在有没有，现在才过了几分钟，兄弟赶紧给兄弟们发福袋啊。现在是12:00几，10分过了3分钟咱们就中鱼了。可我竟然没扛住这第一波力道，啥情况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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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条鱼不小啊，兄弟们！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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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不行不行！我扛不住啊，大哥！我扛不住啊，我真扛不住啊。再起来，咱们已连续两波放石头绳了，兄弟们。哇哇哇哇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。兄弟们，我这样给你们预测一波，就目前凭我的感受，这条鱼应该不会低于40-50斤啊。打桩。哇哇哇哇啊啊！我还说他是过去了，这又开始了。起来。哎呀，顶得我好疼呐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受不了，这力道！我看能不能下钓台啊？
兄弟们，老尹叫巨物啊，一般50斤以下的争取5分钟出水啊，这个50斤到80斤的啊，咱们争取不超过12分钟之内把它干出水啊，不给他磨磨唧唧的啊，来，他要往这边走。我们准备抄鱼啊，你把杆子扶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先退一下，准备抄鱼。你把杆子拿着，我去搞线啊，扶好了啊，手把线啊，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来了，哇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回来，回来。视频吧，你的罗汉真命，赶紧出来！我的兴奋了，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哇哇哇，哎，真的要过百了，啊，太滑了，哇，啊，老尹，你太猛了吧，好喜欢啊，这条鱼应该比我还重了。还行还行啊，这条鱼也就90斤啊，不算重不算重。咋了，这会儿开始崇拜我了？今天晚上回去我决定好好奖励你一番。真的吗？我很期待哟。哦，老尹，你干嘛？洗澡啊。洗澡干嘛呀？没什么，我就单纯的洗个澡。别拍了。那你去洗澡，我要去准备了哟。好的，你去吧去吧，赶紧去。老尹，快出来，给你个惊喜！对不对？我来了，快来快来！惊喜在这儿啊！这啥？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啊？